张图嘅综合新闻报道。哎，话说咧，之前咧有一本杂志《Vogue》咧，佢咧访问咗姜涛啊，做咗呢个年度啊第一年2024年嘅封面杂志嘛。诶，但系咧，好多姜涛买唔到啊，咁啊有幸高恩仔都买咗几本咁样，咁啊睇下后点样样安排啦。咁啊，一众嘅姜涛咧就谂住，冇理由冇得买嘅，咁喺度扑紧啦。喺扑紧之余咧，喺网上面咧，早两日咧亦都疯传啦，话《Vogue》呢本杂志咧加印喎，咁样样。咁啊，嗱，杂志加印呢样嘢咧，其实就好平常嘅，咁样样，咁就即系基本上咧，有冇都即系如果买得多纸，咁咪加印啲咯，咁啊俾大家买咯。但系依家唔系喎，依家咧就又话啦，居然突然间话唔加印，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啊，高登仔今日同你睇下咩情况，咁样睇下大家系咪需要再扑定系点样样啦？开始条片之前，请大家赞好呢条片先啦，留个言，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都得噶啦。最紧要咩？货金支持啊，因为你哋嘅货金支持系非常之重要。好啦，咁我哋睇翻呢本杂志究竟发生咩事干先。嗱，早前咧，因为呢本杂志咧作为2024年嘅第一本杂志啦，咁啊非常之多姜涛咧，因为呢个姜涛咧作为呢个封面人物杂志啊，即系呢个2024年第一本啊，咁啊所以大家费时啲吹之若鹜啦，大家好开心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咧都去抢啊，特别姜糖啦，咁样喺各大嘅姜糖 group 咧，成为呢本杂志啊最多人抢，同埋最多人咧希望拥有嘅一本杂志，咁你有好多人咧都唔单止买一本嘅，包括高登仔嘅在内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系谂住一本平时睇，一本就系摆落卡万，摆落呢个储存仓嗰度咧，咁就留为纪念啦，咁样。但系以我所知嘅，更加多嘅姜糖系发生咩？更加多嘅姜糖咧系冇呢本杂志在手嘅，咁样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喺姜糖 group 嗰度咧就四速奔波，咁啊大家都希望咧买到呢本杂志，希望咧攞本呢本杂志出嚟咧去睇一睇。咁样咁啊，希望咧就即系希望大家姜糖咧就可以鼎力去支持啦，系咪？帮助大家互相帮助啦。有杂志嘅，咁啊多多几本嘅，咁啊俾一啲姜糖咁样啦，系咪？卖俾姜糖又好，乜都好啦。但系唔好炒啊！姜糖唔好炒呢本杂志，如果唔系就沦为黄牛噶啦，又 OK。咁所以咁即係当我件事呢就係、即係预见在言咁样啦，大家都喺度扑緊呢本杂志之时呢，咁突然间呢就出现咗一样嘢，就话喂原来呢就加印喎，话呢个 Vogue 香港版呢个加印喎，就因应返因为好多人话想买呢本杂志又买唔到，咁样就叫供不应求，咁所以呢就係、假人啦、咁样。咁但係呢就其实呢个咁嘅消息呢係早两三日之前出嘅。咁高登仔呢其实呢呢几日呢都喺度密锣紧箍呢喺度睇緊，即係究竟有冇官方嘅消息，咁就话呢几时会假人咁样。结果呢都系冇喎，去到今日。咁开始有啲姜涛嘅 group 呢，咁即係姜糖呢就话喂又话加印，点解未加印咁样样？嗱，我所知道啊，印刷嗰个咁嘅流程啊，你宣布咗加印咧，嗱，即系要睇一个公司嘅做法啦。咁有啲公司就系咧已经特登加印咗，即系佢可能见本杂志就系收得啦，譬如姜糖做封面咁啊，好多姜糖咧想留为纪念啊，有啲姜糖直情唔单止买一本，咁咧所以咧佢都预计得到啦，预计到咦销量咁高啊，咁我就加印定先，咁啊到加印到可能某一本嘅数目可能加咗1000本2000本先啦，咁跟住就正式宣布，咁就话加印啦，咁样咁啊加印俾大家去收藏姜糖呢本咁嘅2024年第一本杂志啦，咁有啲唔系嘅，可能有啲人咧。佢啲杂志社就咁话，我宣布加印啦，咁宣布咗加印之后呢就未加印喎，咁睇下个市场反应系点啦，如果个市场反应就话话咗加印之后呢似乎有好多人呢就话我要买呢本杂志啊，你加印啱啊，我买两本三本几本咁留为纪念，咁我啲印刷公司先开机嘛。因为呢开亲呢啲咁嘅
印机啊，即系加印机啊，开亲呢啲加印机咧，咁啊唔系话叫做开一本两本咁简单啊嘛，即系佢起码都叫做，即系起码都叫做开几本嘅啦，即系起码都一二千本都走唔甩嘅，因为开一开机系要成本噶嘛，咁所以咧佢都 big sure 话，即系你知噶啦，卖呢啲咁嘅书，即系最好。咁梗係叫做供不应求啦，咁各大书报间抢购啦。喂，你话好唔好听，印咗出嚟结果摊晒喺度卖唔出去，即係当大家姜糖都卖晒啦嘛。卖唔出去嗰时候，喂摊喺书报摊度，甚至讲緊过咗个销售期抌返去杂志社呢，咁就难睇呀。咁所以呢，我估计呢 ,Wogan 呢本书呢，即係做咗咁多年啦，佢应该呢就未印嘅，咁佢可能咧就系放下消息出嚟，咁所以咧，你而家就算睇市面上，你都攞唔即系买唔到呢本杂志噶。自从上次就，即系佢可能放消息出嚟，啊，究竟啊有冇人咧？咁样有冇人真系去买呢本咁嘅杂志咧？咁样样，咁啊即系会做噶嘛？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姜糖就唔使心急。咁我估咧，佢连印都未印嘅，我相信咁啊，只不过系可能放个消息出嚟咧，去大家即系睇下有冇啦咁样样。咁啊，所以现阶段咧，大家都系咁讲啦，即系嗱，有网上版嘅睇住网上版先啦，想买实体版嘅，咁啊就等多一阵啦，等多一阵实体版，睇下有冇机会出啦，睇下之后有冇机会出到实体版先至买，因为依家咧真系高登仔啱啱走咗落街一转咧，都系冇呢本杂志卖嘅 ，sorry。咁啊，依家咧我啲货咧就即系归边咗喺姜糖身上啦，咁样。咁如果大家即系有兴趣嘅，可以问你哋身边嘅姜糖啦，睇下有冇多一两本剩咁啦。因为唔知真系加唔加印，咪传闻啫嘛，系嘛？咁所以就好难讲。咁佢哋都会睇成本做人嘅，咁所以暂时个消息系咁样啦，好嘛？好，今节姜涛嘅综合新闻报道就系咁多，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